小学往届博览会颁奖典礼，典礼开始。鼓声是人类最原始的乐音，撼动人心的鼓舞，传递年轻的活力与朝气，鼓动生命的热情，舞出生活的精彩。大观鼓舞队在多元学习的环境下，人人有舞台，个个有能力。团员们利用假日、社团以及放学时间参与练习，透过鼓声传递年轻的活力与朝气，带给大家震撼人心的听觉响宴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大观国中鼓舞社的表演，请带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